我到时候给你找一个更好的不行吗？我真是服你了，老四。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，走，咱出去散散心去。老铁们，我带老四出去散散心，带他出去跑一跑，行不行？兄弟们，我带老四出去跑一跑，发泄发泄啊，让老四跑跑一跑，让他提高他的运动量，把石头给忘了。老四，你出去跑一跑，你把石头给忘了吧，行不行？你俩不合适，好好想明白，别摸我，别扒拉我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别扒拉我，别扒拉我，你俩真不合适，起来，你求我也没有用，你求我没有用，别扒拉我。有能耐你哭啊，你当时哭啊。听这首歌，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，世界还有多少人？像我这样迷茫的人，像我这样寻找的人，像我这样的无畏的人，世界还有多少人？像我这样孤单的人，像我这样傻的人，惨的人还有多少人？老四，你哭吧，刚才那首歌是送给你老四的。像我这样的狗，走，去溜溜的，老四，我一开门。老四呢？啊？哈！啥时候蹦下来的你啊？啊？你哼唧啥呀你啊？你哼唧哼唧的，真是服了！下来！你他妈给我下来！你见车就上，见车就上！这他大爷的，你给我下来！你说那天兄弟们啊，咱家啥破车呀，心里没数吗？哈佛 H6， 那他妈人俺家邻居人家开的宝马 X5 啊，那人家开后备箱拿点东西，你他妈就蹦人车上去了，见车你就钻呐。坐好了，见车就钻。感谢麦乐奇鲜肉狗粮，老四有点上火，给老四喝点水。我这回学聪明了，拿个盆儿。我这回学聪明了，拿个盆儿。终于带盆儿了，这回聪明了，拿个盆儿出来。欢迎大家来到俺们直播间啊！这个盆儿其实挺好的，这个盆儿吧，哎啊，这是正常扣上面的，知道吧？哎。这给他喝水用的，这就给他喝水用。这个盆挺好，是不是兄弟们？啊，这个以后平时带狗出来玩，
带狗出来玩就可以拿这个了，一桶水，没有水了再往里添，啊，是不是有意思啊，兄弟们？啊，感谢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家直播间啊，大家没点亮咱点点亮，没点亮点点亮啊。